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匡，很开心，因为我刚刚做了这个 ICL 植入式隐形眼镜，想做矫视很多年了，已经是戴隐形眼镜会经常地不舒服的，还有长时间工作可能有朝到晚的在台上面灯光啊风扇啊各样东西，刚刚出道没两时间时有一个表演，得那两三只歌，其他歌是唱人的歌，其中一只是陈柏宇的歌的断绝来往，我还记得的。咁誒唔係咁熟唔緊，因為可以睇歌詞噶嘛，有個 music stand 喺度咁樣，睇唔到啲歌詞嘅，真係睇唔到。我擺到咁近都睇唔到嘅時候，跟住唱到下一句，我真係擘過去個口得個窿咁樣，廢。仲記得嗰次，哦，對自己好失望啦。跟住有啲 fans 都 cap 咗嗰件事播上網，跟住啊都係陳百宇唱得好啲。我仲好記得啊！哦，如果我是做了矯視就不需要搞得咁樣啦，係。見完醫生 check 過之後，原來個視網膜真的是偏薄嘅喎，佢覺得唔 recommend 嘅。咁當時係失望嘅。你咧就係度數偏深，散光偏多，個膜偏薄。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你 ICL 就適合個 smile。ICL 其中一個優點，度數深都唔怕，可以做到1800度。散光多佢都唔怕。好還原性，如果真的有些人沒辦法接受不到，你就可以拿回走了。散光度數深相對地那個 ICL 會準一點，所以是一個綜合性評估，兩個比較呢，就是說 ICL 應該用更適合的。我真的很開心，因為真的不知道可以做得到這個方法，是不關激光時間，它是索性是將一個液晶體的眼鏡放入你的眼裡面，所以你的 cornea 厚與薄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這個趨勢是正常是安全的，現在已經做到第五代了 B5 了，晚上看東西都清楚了，就算之前半夜起身去戴回眼鏡也好，是明顯都沒有現在那麼清楚的，還快點 recover 添的，我真的我即刻就 OK， 我一定要做。我最初的時候是有點緊張的，我在那個旁的時候，我還記得同事說 relax， 醫生都很好的，他又會做一隻眼給你休息一下，然後再做另一隻眼，做完了那個手術幾分鐘而已，手都見不見到啊？頭頂有沒有個十字啊？手術順利，手術成功啊？手術過程大概15分鐘左右，是還要是分開房做的，技術上再低一點風險，其實之後所有的東西是不同的，真的我做完了已經是最怕的是刚刚做完手术包住两只眼是看不到的东西，阿太太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等大概半个钟头才可以拆一边的纱布，贴住另一边，第二天才去拆的。做完 ICL 之后只眼清楚很多，舒服很多，真心是很 surprise， 一做基本上24小时内已经是Clear as day， 真係清楚到不得了。隔咗一日就已經去做嘢啦，比我想象中係即嗰個 recovery process 簡單得多啦。同之前戴眼鏡嘅林奕匡講快啲做啦，早做早享受啊嘛。等乜等咁多耐咁耐嘅啫，要 change your life 真係。矯視我揀咗 ICL， 希望大家都揀到適合嘅矯視技術。